老师好像，老师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画画。画什么呢？我在画一张脸。一张脸，一定是很漂亮的脸。老师，我想看。你想看吗？当然。好。哇，是一张小女生的脸，可是我感觉怎么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呢？是吗？哎呦，真的少了些东西呢。KPM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丽婷，是今天的主持人。那刚刚呢，老师在画画，画了一张脸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一张可爱的脸。那到底是怎么个可爱法呢？先卖个关子，我们先来看看老师的简历。很高兴的，我要欢迎来自我的家乡太平的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你好，主播。大家好，我是姚老师，来自霹雳州太平华联艺校。那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张可爱的脸吗？对，请老师跟我们讲解今天的主题好了。今天我们要学可爱的脸。可爱的脸有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东西。那老师请说吧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开始啦。小朋友，看看这张图片，是不是有东西不见了呢？他们不见了，到底去哪里呢？哎，很奇怪耶，脸上的东西会不见了，会跑到哪里去呢？没关系，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万能口袋，它会变魔术哦。我要看魔术，老师快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看老师找出什么来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个，我看到好像是眉毛。眉毛？那么我们看看眉毛应该装在哪里呢？我有看到眼睛的上面，对吗？对，真棒，你真棒。我答对了。眉毛我们要装在脸的最上面。好，小朋友，那我们一起念三遍，跟着老师。眉毛。眉毛，好，真棒，拍拍手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看，还有东西是不见了。有，眉毛下面呢，一般上都会有两个眼睛，一对眼睛。那我们再从万能口袋找找吧，看找到是不是真的是眼睛不见了。真的是哎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好大的眼睛啊！真的是，我找到了，这是眼睛。好，那么老师找找看，眼睛应该放在哪里呢？是这里吗？对，是这里。老师赶紧把眼睛给贴上。好，那么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念，眼睛三遍，眼睛。眼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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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。好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。好，我们继续哦，变魔术，看什么，找出来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小朋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可爱的鼻子。对，这是鼻子。答对啦，小朋友，这是我们的鼻子。好，我们一起念三遍，好吗？准备，鼻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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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棒，丽婷。好，再看看我们的图画，还是又少了东西哦。少了什么呢？我要看百宝箱里面口袋里头有什么。没关系哦，我们继续哦。变魔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嘴巴。对，这是嘴巴。
嘴巴放哪里呢？嘴巴放在下面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嘴巴三遍，好吗？准备，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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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棒你！好。丽婷小朋友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图画做完了吗？还没，我看到还有两个缺口在头发那边呢，还少了些东西。好吧，我再从万能袋里找找看，看还可以找出什么。哎，真的有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啊，耳朵。对，是耳朵。好，耳朵要装在哪里呢？赶紧把耳朵给装上。好，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念耳朵三遍，准备，耳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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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棒。好，丽婷小朋友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图画是否已经完成了。完成了，耶，我们完成了一副可爱的脸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重复一遍好吗？好，眉毛，眉毛，眼睛，眼睛，鼻子，鼻子，嘴巴，嘴巴，耳朵，耳朵，你真棒，拍拍手，谢谢老师。哇，我学到了一副可爱的脸上有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耳朵。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，回头呢再来看看这张可爱的脸。弯弯像月牙，这是我的眼睛，大大亮晶晶，这是我的鼻子，帮助我呼吸，这是我的嘴巴，开心笑哈哈，这是我的耳朵，乖乖要听话。KPM，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可爱的脸。那我们有来自太平华联一校的姚慧婷老师，姚老师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我可爱的脸呢，老师想要跟大家说什么呢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朗读儿歌。小朋友，你们要朗读儿歌吗？我要。那么在这之前，老师要考考你先哦。好。丽婷小朋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眉毛。跟着老师念，这是我的眉毛，这是我的眉毛。接下来，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鼻子，这是我的鼻子，这是我的嘴巴，这是我的嘴巴，这是我的耳朵，这是我的耳朵。真棒，拍手。看来丽婷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要朗读儿歌，对吗？是的，老师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咯。小朋友看老师这里哦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可爱的脸，我可爱的脸。好，这是我的眉毛，这是我的眉毛，弯弯像月牙，弯弯像月牙。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眼睛，大大亮晶晶，大大亮晶晶。这是我的鼻子，这是我的鼻子，帮助我呼吸，帮助我呼吸。这是我的嘴巴，这是我的嘴巴，开心笑哈哈，开心笑哈哈。这是我的耳朵，这是我的耳朵，乖乖要听话，
乖乖要听话。真棒，你真棒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快一点的好吗？好，我们来快一点的，准备，一二三。这是我的眉毛，这是我的眉毛。弯弯像月牙，弯弯像月牙。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眼睛。大大亮晶晶，大大亮晶晶。这是我的鼻子，这是我的鼻子。帮助我呼吸，帮助我呼吸。这是我的嘴巴，这是我的嘴巴。开心笑哈哈，开心笑哈哈。这是我的耳朵，这是我的耳朵。乖乖要听话，乖乖要听话。好，小朋友，现在呢，老师要和你玩一个游戏，叫做手指游戏。什么是手指游戏啊？手指游戏呢，就是动动你的手指。来，给老师看看你的手指在哪里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的手指在这里。现在我们要一边朗读，一边玩手指游戏，跟着老师哦。准备，这是我的眉毛，这是我的眉毛。弯弯像月牙，弯弯像月牙。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眼睛。大大亮晶晶，大大亮晶晶。这是我的鼻子，这是我的鼻子。帮助我呼吸，帮助我呼吸。这是我的嘴巴，这是我的嘴巴。开心笑哈哈，开心笑哈哈。这是我的耳朵，这是我的耳朵。乖乖要听话，乖乖要听话。好，你真棒，都完成了朗读。哎，老师，我很好听，我可以请老师再重复整首歌的好啊全首吗？可以啊。好，好，那么我们再来一次哦，我们来快快的好吗？越来越快，好不好？准备，一二三。这是我的眉毛，弯弯像月牙。这是我的眼睛，大大亮晶晶。这是我的鼻子，帮助我呼吸。这是我的嘴巴，开心笑哈哈。这是我的耳朵，乖乖要听话。好了，老师好棒。可是老师，哎，刚才我没跟到呢，那快的版本，老师讲一句，我讲一句好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准备好了。一，我们来快的哦。准备，一二三。这是我的眉毛，这是我的眉毛。弯弯像月牙，弯弯像月牙。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眼睛。大大亮晶晶，大大亮晶晶。这是我的鼻子，这是我的鼻子。帮助我呼吸，帮助我呼吸。这是我的嘴巴，这是我的嘴巴。开心笑哈哈，开心笑哈哈。这是我的耳朵，这是我的耳朵。乖乖要听话，乖乖要听话。啊，你跟得上，真棒！你老师拍手，你好棒哦！谢谢老师。可是老师啊，像我的眉毛啊，是直直的，像一条线。那我可以改歌词吗？可以呀，你要怎么改？我不晓得哎，这是我的眉毛，应该怎么讲啊？这是我的眉毛，直直的一条线。直直毛像毛毛虫吗？毛毛虫，哎，对，对哦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改？这是我的眉毛，就像毛毛虫。啊，也可以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一次，一二三。这是我的眉毛，这是我的眉毛，像一只毛毛虫，像一只毛毛虫。嗯，真棒。是因为每个人的五官都可能会不一样嘛，对，嗯。所以，哎，小朋友如果有想到不同的想法，也许可以改一下老师的歌词。没问题，可以。那眼睛可以怎么改呢，老师？嗯，眼睛，有些人的眼睛是眯眯眼，对吗？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改改看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眼睛。眯眯小可爱，眯眯小可爱。哦，也可以哦。是，那嘴巴呢？嘴巴还有什么可以改？嘴巴可以唱歌，唱歌怎么唱呢？这是我的嘴巴，这是我的嘴巴，唱歌给你听，唱歌给你听。哦，也可以。哇，太好。耳朵，耳朵可以怎么改呢？耳朵可以怎么改啊？耳朵可以听，听你唱歌，听爸爸妈妈的话。哎，好啊，听妈妈的话好吗？好好。准备，一二三。这是我的耳朵，这是我的耳朵，要听妈妈话，
要听妈妈话，也可以。好，最后一句最棒哈，我们再从头改，再从头讲，讲到最后一句，我们说要听妈妈话，好。好好好，好，来准备，这是我的眉吗？这是我的眉吗？像一只毛毛虫，像一只毛毛虫。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眼睛。咪咪小可爱，咪咪小可爱。这是我的鼻子，这是我的鼻子。能闻各种气味，能闻各种气味。这是我的嘴巴，这是我的嘴巴。唱歌给你听，唱歌给你听。这是我的耳朵，这是我的耳朵。听妈妈的话，听妈妈的话。哇，老师太厉害了。好，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稍回来呢再继续跟大家聊可爱的脸。我是戴哲乐，这是可爱的脸，这是我的眉毛，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鼻子，这是我的嘴巴，这是我的耳朵，谢谢。Didi Divi KPM。各位小朋友，今天呢太平华林一校的姚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我可爱的脸。姚老师，可爱的脸在哪里呀？好，这个现在呢老师要做一个活动哦。丽婷小朋友，你看看桌子上放了些什么呢？我这里和老师那里呢都有一张画纸。哎，你猜猜看我们要做什么活动呢？哈，画画。答对了，现在我们要画画。我可以画吗老师？可以。好，现在呢我们要画什么呢？就是丽婷小朋友要想一想我们学过脸部的东西有什么呢。啊，脸部当然是有眉毛啊、鼻子啊、嘴巴啦，很多耶。对，老师不会跟你说哦，那么丽婷小朋友要自己说，说了我们才一起画。老师跟你一起画。好，那好，那好，丽婷小朋友，我们要画什么先呢？我们这里有一张画纸啊，我看哈，我们从最上面开始画好了，老师。好，上面的叫什么呢？上面黑黑的两条的，哎，像毛毛虫的，我的就是眉毛。眉毛。好，丽婷小朋友，你可以用什么颜色都可以哦，不一定要黑色。好，那我就来换一个颜色。我想要蓝色。丽婷小朋友要蓝色。嗯，那么老师就选绿色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。好，一二三，开始画眉毛。眉毛，我们有多少个眉毛呢？我们有一双眉毛。嗯，我的眉毛是直直的，像一条毛毛虫。嗯，老师的眉毛是像月牙弯弯的。可是老师，我不是很会画丑丑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画。我这如果去参加化妆比赛，一定最后包围。老师画好了，你呢？还在画，还在画，因为我的眉毛很厚啊，要画很久。好，来看老师，给老师看看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老师的眉毛是弯弯的月牙形，丽婷的眉毛是直直的。对，哎呀，蓝色的眉毛，绿色的眉毛。好，接下来呢要画什么？老师不告诉你哦，你自己想要画什么。我想画眼睛。好，眼睛。对了，是眼睛。那么眼睛你想要什么颜色呢？眼睛我想要紫色。好，你用紫色，那么老师就选，那我选蓝色吧。好，蓝色的眼睛。好，一二三，开始画眼睛。眼睛，紫色的。我们有多少只眼睛啊，丽婷小朋友？有两个眼睛，两只眼睛，一张嘴。眼睛里面还有一个圆圆的，叫瞳孔，是吗？嗯。你呀，我的眼睛。没关系，慢慢画。我的眼睛有一点点双眼皮。嗯。大
大亮晶晶。对，还要把双眼皮画出来。眼睛好了吗，丽婷小朋友？好了，老师也好了。噔噔，先看老师的。老师的眼睛，这是老师的眼睛，蓝色的眼睛。哇，好圆好大。我的眼睛比较长一点，紫色的眼睛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嗯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要画什么呢？接下来要画鼻子。对，鼻子。嗯，你要用什么颜色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想要用绿色。好，你用绿色，那么老师就用粉红色吧。好，粉红色的鼻子和绿色的鼻子，帮助我呼吸的鼻子。嗯，鼻子是最容易画的啊。对吗？好，画好了。哦，老师的鼻子好可爱，圆圆的。鼻子。嗯，那么最后一个这个要画什么呢？啊，嘴巴，会笑的嘴巴。画嘴巴，你要什么颜色的嘴巴？我要黑色的嘴巴。你要黑色的嘴巴。嗯，老师要，老师画红色的嘴巴。好的，好，来开始。我要画大大的嘴巴。我要画会笑的嘴巴。嘿嘿，我的嘴巴开心笑哈哈，是笑哈哈的人运气都很好。对对对，好，老师画了一个很大的嘴巴，我画了一个尖尖的嘴巴，看老师的嘴巴，哇，真的很大，这是我的嘴巴。好，丽婷小朋友，我们是否画完了呢？哎，没有，我觉得就是耳朵可以放在这个塞头发的地方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画耳朵。好，耳朵要画什么颜色呢？我要画紫色。我画红色。好，红色就是害羞的耳朵。对对对，耳朵。小朋友，那么在耳朵女生会戴什么呢？耳环。好，那老师也要画耳环。哇，好吗？画漂亮的耳环。是，耳环我要红色的耳环，爱心，爱心耳环。那我要一个黄色的吧。嗯，会发亮的耳环，圆珠形的，然后有一点吊坠。嗯，哎呀，耳环你画好了吗？我画好了。我也画好了。噔噔噔噔，这是我的耳朵，戴着耳环。哇，老师的耳环很漂亮。你的呢？我的耳环有一点点长。你的更漂亮，发亮的。是亮晶晶的耳环，配上我的红耳朵。嗯，小朋友也可以在家里一起画哦。OK， 就画你们喜欢的眼睛、眉毛、鼻子、嘴巴还有耳朵。好，那么我再问问丽婷哦，丽婷小朋友，看看老师的手指哦，我指哪里你就快速回答好吗？好，准备，这是什么？鼻子。答对。这个呢？嘴巴。很好。这个呢？眼睛。很好。这个耳朵。还是耳环。耳朵。耳朵。那么这个呢？眉毛。很好，棒棒的。耶，太好了，这个游戏也可以在家里玩呢。对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进行的活动，小朋友可以在家自己做。然后这张可爱的脸还有什么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？小朋友，我们要常常的笑，那么才会可爱。小朋友，这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耳朵帮我们做了许多许多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爱护他们。那老师，眼睛可以做的工作是什么呀？眼睛呢，可以帮我们看东西，就好像我看到丽婷小朋友。哦，眼睛是用来看东西。那么鼻子，刚才老师说鼻子是帮助我们看，做什么功能啊？鼻子是可以帮助我们呼吸。还有呢？呼吸可以闻各种气味，香味和臭味都可以。对，
然后嘴巴呢？嘴巴的功能？嘴巴我们可以唱歌，可以讲话，还可以笑。哎，那耳朵呢？老师，耳朵的功能？耳朵呢，就可以听话，听老师的话，听妈妈的话，爸爸的话，听朋友讲的话。是，那我们的整张脸的功能是什么呢？老师，就是帮助我们看东西、闻气味、吃东西、听话，还有做各种可爱的表情。所以小朋友要记得哦，要好好爱护你的脸，那我们才会有可爱的脸。怎么爱护呢？就是肮脏的小手不要去触摸它们，也不要把东西放进去我们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的，我们要爱护它们，知道吗，小朋友？那老师，现在我们都一直戴着口罩，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呀？我们还要注意卫生，你的口罩戴了湿了，记得要换新的。那么手记得要洗手，要用肥皂洗吗，老师？对，要用肥皂洗。啊，谢谢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可爱的脸，而且是我可爱的脸。老师说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脸，对吗？对，好好保护我们的脸，希望是我们的脸照顾得干干净净的，而且呢继续发挥它的各种功能。谢谢姚老师。不客气。好，那各位小朋友，我们下一回再见咯，拜拜。但是有一首歌想要唱给小朋友听， 对吗？小朋友要唱歌吗？我们一起唱好吗？好，一二三，这是我的眉毛弯弯像月牙，这是我的眼睛大大亮晶晶，这是我的鼻子帮助我呼吸，这是我的嘴笑哈哈，这是我的耳朵，要乖乖听话，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。KPM.